观众、诸位菩萨，大家好！现在咱们《印光楞严经》啊，第十卷，今日已经进入了第二天咯。好，咱诸位大家请拍开《楞严经》第十卷吼，来，佛祖言讲咯：阿难动地，是地静地，下摩他中。诸善男子，逆明正心，十类天魔不得其变，空得精严，强生类本，以本类中生缘多者，观彼幽清，环绕动缘，以缘缘中起戒道者，是人对入而无因论。那么这段的经文啊，就是讲了这行音内底有十种呢，妄自推理的第一种呢、啊，也就是呢自无因论。那么这讲起来那亲像足深的意思，那亲像讲足无容易了解意思的，足无容易让人体会。但是呢，不要紧，这是过去所翻译啊文言文，咱念做白话啊。咱注意到不然明白来呢，来看好哈。阿难忍啊，应当爱明白，才会得到正知禅定境界中的诸位善男子，已经达到内心拟定光明的正心，所以相应的十种天魔妖邪。就不能得到破坏的方便机会，因此才能用功专精强言十二类众生的生灭根本，在本类之中，生命的根源已经显露，详细观察行音是幽暗轻清，生灭不息。以顽片扰动的根源，在这个顽扰动源当中，升起了分别嫉妒推测，这种人就对入两种主张：生命无起因而有的邪见魔论。诸位，安尼明白啦吼？那未无明白不要紧，总讲一句，这段就是讲。释迦牟尼佛甲阿难尊者因讲啊，讲阿难尊者啊，你也明白咯。那么，即个所有伫自禅非常深入的当中，即个所有善男子呢，已经以内心已经拟定光明的本性，有得了这正知见啊，就对啦。所以相因呢，过去十种的这阴魔，即个天魔无可能会甲扰乱、会甲破坏的机会啊。拢准备啊！哦，头前这相应的杂毛呢，已经无在掉伊个就丢了。因此，伊才有机会用功修行呢，来研究十二类众生生死的由来种种的状况。伊意思在这所在。哦，众生按照他的生，按照他的死，生死的状况如何？就咱定讲呢，生将何来，死往何去呢？这类修禅定的善男子呢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就对了。但是伊发觉哦，发讲相应虽然破尽，
十种的阴谋未来个破坏啊，但是呢，伊还佫更上一层楼，爱破掉这行阴呐。哦，这行阴无破呢，哦，叫做是油温轻清。哦，看个安尼呢，哪知哪唔知，哪像一个面纱炸掉的。哦，啊，这动荡不安呢，暗潮汹涌就丢了。哦，起心动念伫个自性内底呢，哦，就是四时节流一大洪水呢。哦啊，要爆发又佫无爆发，叫做万变扰动的根源呢。总共一句就是讲，咱的这个第四音啊，就是行音呢，若无破掉时啊。伊这完全是鼓动着咱生死轮回一个因素之一，真厉害。所以称呼呢叫做暗潮汹涌，哦，就像大溪水哦，表面看起来平平啊，哦，但是下骹个流呢，水流非常急啊，人跳落当中有可能随时加进呢大海去啊，哦，有水漩涡啊，伫涉伫荡，伫涉伫荡啊，叫做暗潮汹涌。那这個。这个五音内底第四音叫做行音嘛，也形容着这意思。哦，看起来好好哦，哎，油温轻清，但是伫个生生灭灭，永远未停止啊。这加动扰动就丢了，所以动荡不安的根本啊，拢是行音内底。那么伊是我一阶段时啊，虽然声音破尽，要进入这第四音，也着行音的时阵呢。就生起了种种的分别，哦，一推测啦、推理啦、计度啦，哦，乌白刻家的意思呢？哎，就人工，哎，就是安尼，就是安尼，乌白计度甲分别就丢了。我做唔得讲，讲这款人往往会拄到这两种的主张。啥物款的两种的主张呢？讲生命伊无有这个生起，哦，但是伊自然就会有。有这个瞎见的无论就对了。哦，好，到底状况如何呢？咱后边详细解释哦。哦，到底两种瞎见的无论的是如何呢？后边讲，好，就去看哦。自本段开始，就分别开始行音、将破、未破之时，以十种妄自推断，相音破。行音显露时，天魔外道啊，已经不再来干扰，唯有自心的瞎解在作业，是纯粹唯有心魔，所以不言实境，只言实际，就是十种妄自推断。哎，你注意看好清楚哦。所以讲这个行音十种的这款的错误的推断呢？袂当称呼叫做是十种的阴境，哦，十种即邪魔之境啦。拢靠伊家己的意思，要安怎讲就安怎讲，因为智慧不足啊，因这个妄自呢推断就对。哎，注意了解哈，到底情形如何呢？来，咱这边讲第一状况啊哦，伊是不是讲一个问题啊？如果呢，你啊生起了分别呢，这个过度推测为者呢，会产生呢？对于这两种所谓的主张，叫做生命生起时啊，无生起，但是自然有诶，有一款的邪见就对。先要介绍第一种，叫做无因之论呐、啊。好，注意看经文哈，伊讲咯，一者是人根本无因呐、啊，何以故？是人既得生机转普。生于眼睛八百功德，见八万劫，所有众生业流圆环，殊处成彼，只见众生轮回基础，八万劫外，泯无所观，便作世界。此等世间十方众生，八万劫来无因自有，由此计度。梦境遍地，对乐寡多，黑菩提心。这就是所谓呢第一种的无因之论呐、啊。哦，因为智慧不足啊，
敢知影八万劫以来代志尔，八万劫以前的代志伊唔知影，讲啊过去无的因啊，即马才有尔。好、哦，就有这个智慧有限的错误思想呢。这是因为文言文呐、啊，来咱讲做白话哟，来注意听哦。第一种，这种人误会、错见、失命，原本无起因而有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位修禅定的人，既然得到生机、行因也转咯，成就眼睛清净的八百种功德之力。连看见八万劫来，所有众生都是随着所做一善恶业，在六道中流转，弯曲环绕，而轮回生死，是处又生一比。只见众生轮回生死，在八万劫的范围处所，超过八万劫以外，就明暗无所见咯。因此就做这样的邪见解说，这个世界内是奉所有的众生八万劫以来都、就是无起因而自然有的，因此就妄自推理，过度推测，妄失了正遍知，而对了外道，迷失了菩提智慧的觉性。诸位，安尼看清楚啊！吼，那么这头一种的邪见呢，伊就安尼讲啊，哦，伊讲这种人，哎，伊误会啦，误会看了这性命呢，伊根源根本无这个起因，自然都有的啊。为安怎伊安尼讲呢？哎，伊就讲啊，讲因为这个修禅定人啊，既然呢已经得到这个生机、行因的生灭。用转落出来啊！伊看到了呢，因这人嘛有修行哦，你袂能讲无呢。色音，这个受音、相音用破了人，进入这个行音呢，这境界用足深啊，就对啦。伊有去修，所以眼睛非常的清净，得到呢八百种的功德力。哦，得到八百种的功德力当中的主人。在八万劫内底啊，种种的状况，众生生死轮回的情形呢，伊看啊非常的清楚。那么，伫只往生会投胎去他方世界，他方世界人往生，哎，来咱这世界投胎，哦，伫只往生，伫只出世，如果伫只往生，伊个投胎者，来来往往的情形呢，这里修禅定的善男子，伊看清清楚楚。那么这是八万劫的清楚啊，八万劫以外的状况的生死情形，伊就唔知影。伊用大道量呢，算会到呢，这是八万劫内底范围呢啊。所以呢，就一概呢以偏概全，因讲啊，哦，讲西方世界所有众生呢，八万劫以来，拢总无这个起的原因，伊是自然有的啦。哎，注意听有无？因此呢，就妄自推理呢，过度推测啊！哦，在这经营之下，靠家的意思，阿未大家究竟解脱圆满呢？就家己要安怎讲，就安怎讲啦。妄失了哦，正遍知，会对着这外道啊！当阿未失了，伊菩提自性去啊！好、哦，非常圆满，这段子好注意听好。那么这佛性的物件，我必须在这所在，甲注意讲个清楚一点。佛性本来就有啊，唔是讲八万劫以来才开始有这个生命。生命无数是无终的，袂能过去无，现在有，哦，还是讲当时才开始有，哦，八百亿以前，八万亿以前，哦，才开始有诶，安尼叫做落入第一因呐。这个外道思想，那如果讲这人的佛性、人的性命，不是任何一人所创造的，不是任何一个神明、什么上帝啦、哦、梵天王啦、哦、这阿拉啦，哦，伊所创造的，那安尼呢叫做外道去啊。所以佛法呢，伊无落入这第一因呢。什么叫第一因？
诶，八万劫以前，生命才开始有。第一因，上帝在七千年前创造天地万物，第一因有一开始，真偌多。卖讲是七千年前创造天地万物，人是创造啦，安尼是唔对啦。创人是八百万亿亿年以前开始有呢，有一开始叫做第一因，拢总是偌多岁数啦。咱佛祖唔是咧讲，咱人个生命无第一因，无数以来生命就存在啊，唔是无中生有诶，唔是人创造出来，唔是人生出来。唔是人诶，啊，啥变魔术安尼创造出来？唔是一个高高在上、至高至尊的人，伊敢生出来？那安尼拢都是外道啦。那伊即卖数学诶一个符号叫做两个两边箭箭头，两边箭头。对过去来讲，无数道生命；对未来来讲，生命嘛未叫断灭去或消失去，叫做无数无终啦。所以呢，那听着讲，咱人的生命在几千年前、几万年前，哦，是三人创造呢？这完全跟佛教无关系，外道思想。哎，你注意清楚吼，这必须要给注意讲哦，好事哦。哦，所以咱的生命佛教讲叫做无始无终。那安尼来听佛法呢？今仔日虽然讲一点钟呢，你听着生命是无始无终。你就终身受用，你就这正法啦。我在咱一般的观念，中国人的观念呢是讲呐，盘古开天呢。这个盘古开天就是有第一因呢、啊，有一开始啊。哦，这个上帝耶和华基督教呢，讲七千年前创造天地万物，包括咱人是创造呢，叫做创造论有第一因，有一开始。这个佛教的阿拉呢？伊讲咱人，伊创造三无大地、宇宙世界，伊创造第一因，拢偌多。所以咱佛教讲啊，讲咱人你我大家生命是无始以来是无始无终的，唔是佛祖创造，唔是神明创造，唔是对一个权威人创造，是无始以来都有啊。啊，那讲呢，生不同，安怎讲呢？比如这几个生命来讲。咱无甲好人，阿爹阿娘，男精女血，加添咱人意识，咱人心魂呢，投胎男精女血了类，哦，安尼来讲叫做生啦。那么在父母未生以前，咱的灵性就存在啊。这期也只是只不过加照父母男精女血呢怀孕来出世着咱，安尼叫做生啦。但是死了后，唔是代表一切拢无啊。这个身份会随着你在生所做善业甲恶业呢，继续由你业来决定你人生命运，佮投胎你该去的所在，未投胎了冤枉去，未投胎了家地，你感觉讲，安尼无公平的所在，是业力来个决定的。食人半斤，行人八两，你布施施舍做功德，后卖你的人生投胎去的有一个好去处啊，你的修行。开悟见果就转凡入圣啊，叫做公平公平。哦，所以咱人的生命，死去了，唔是代表一切毁灭，你是随着你的善恶之业呢，投胎该去的所在。所以生命是无始无终的，这期的生命是如此，过期的生命嘛如此，未来生命嘛是如此，永远未灭去，你唔免烦恼。所以呢，只不过是一个投胎转世、改头换面，安尼尔。但是唔是意味着讲呢，咱人的生命有一个开始，哦，甚至呢较严重讲有一个终了，这种外道思想，哦，本来无，现在有，这个外道，你注意清楚吼。好，注意听哦，佛性唔是创造出来，佛性唔是呢因果法。佛性是咱十方三世诸佛，人人你我大家本来所拥有无始无终的物件。所以运用这个佛祖伫个《梵蒙经》呢，咱佛祖伊讲话咯，《梵蒙经》云：佛性非青黄赤白乌，非色非心，非有非无，非因果法，
是诸佛之本源，行菩萨道之根本，是大众诸佛主之根源处。这不难明辨啦，吼，咱先解说一下。你我大家接心，咱佛教叫做佛性呢。佛性你袂当讲伊青啊，袂当讲伊黄个啊，袂当讲伊红个啊，袂当讲伊白乌个啊。哦，佛性是无颜色个哦，好、哦，你莫误会哦。你袂当佛性是红个啊，那有佛性叫做红个，叫做老就这色质啊，色质有执爱啊。哦，不自性的物件，但佛性的物件，唔是咧真爱用颜色会当来衬托表示的啊。那如果讲佛性是红的、青的、白的、乌呢，这完全唔是佛性。佛性是远离了所有青、红、乌、白的颜色，是但是伊虽然看袂到，但是又不可思议有存在啊，叫做慧色、慧心啊。佛性你嘛袂当为长的。哦，三角形的、椭圆形的，你袂得安尼讲你呐，袂得讲伊有啊，啊有你摕出来看卖，看袂到。哦，你袂得讲伊无啊，啊无，如本阿师讲经以来，即卖因讲二十五分钟有啊，你袂得讲伊无啊，叫做非有非无啦。非有就讲你袂得固定一定有，破除这个有；非无就破除讲你今日进入这断灭空。行好人即佛性存在，哦是破力无啊，所以非有非无啊，好、哦、这佛性话不可思议啊，非因果法。你别讲佛性是所谓因果物件，哦，落入即物质界，哦，有形象有颜色的，哦，这完全唔是叫做是佛性，叫做佛性唔是因果法，哦，唔是讲本来无，即嘛叫做有啊，人创造出来啊。创作就是因，以后有这佛性叫做果啊，不是因果法。哦，这感觉不可思议啊！伊佫讲啊，佛性的物件是诸佛的本源，是你我大家行菩萨道的根本，是所有佛的弟子的根源处。咱就是以后以这佛性来修行，最后成就佛道啦。佛性，看你安怎用。咱的因为好起来修行呢，以后开悟证果成佛啦。佛性了因为歹去，杀人放火、强奸杀人、抢劫，以后这龙啊来度离婚呢。哦，你做什么因，会感觉什么果报啊？佛性就这么不可思议存在。所以佛性来做刹那因变刹那性，佛性做佛用变佛性，佛性来做众生用变众生性啊。性无好歹，无形象，因用来立这名出来，这非常要紧哦。好，注意，我甲《梵网经》搁念一遍哈，注意听好。《梵网经》云：佛性非青黄赤白乌，非色非心，非有非无，非因果法，是诸佛之本源。行菩萨道之根本，是大众诸佛主之根源处。哎，注意有明辨啊！吼，这不难明辨哈。好，我要讲话啊。楞严经头加尾呢，就破除咱人的邪知邪见。那么包含着这个行音甲后边的色音呢，完全是破除咱凡夫众生。乌白推测，乌白分别，要安怎讲就安怎讲，完全失去真理啊，失去正遍知啊，灭了你菩提自性啊。所以头到尾就要来讲，发心就是无常的，咱的心是无形无相的，但是有存在呢。哦，那么运用这苦流顺佛啊，伊安尼讲，苦流顺佛也是七佛之一哦。哦，到底是如何七佛之因呢？来注意看好。苦流顺佛见，见心无失是佛心，了心如幻是佛幻，了得身心本性空，世人依佛何殊别？
何等的庄严的佛祖讲的话啊！伊讲啊，讲见心无实是佛心呢。啥物人会当讲佛的法身是有形象的呢？哦，事实事虚啊！哦，你袂当讲伊有啊，啊有佛性才看袂到。你袂当讲伊无啊，那无话食呢？三人嘅讲话，三人嘅对答，三咪人去听，无这性嘅分别谁能听？加一个耳啊，尔耳啊，一个器具而已啊。哦，伊不足解啊。那如果伊能听，耳啊能听呢？有阵人死了后，伊不能听；有阵人死了后，目睭不能见。哦，我都分别乌黄青白。啊，为安怎咱人死去了后，我都食甜咸酸涩苦，我都分别佛性作用啊！你别来讲伊无啊，那无叫做断灭啦。啊，那有看袂到啊，吼、哦，就叫你那不可思议的形容呢、啊。你要形容这佛性的存在，无好形容呢。啊，见觉识啊呢，啊，见人讲啊呢，这要为安怎真济法师啊？伊无爱讲这心，讲这佛性，因为心佛性呢，伊就明明就存在。啊，如果无得提出证据，如果无得多加形容会出来啊。所以佛祖伊老人家唔当呢，哦，用各种的批论，各种的批论呢，哦，千批论啊，万批论，无非就衬托这佛性的存在。因为佛性看袂到，但是伊无可能讲伊无存在啊。那无存在呢，像讲我讲的啊。我讲啊，即卖用半点外钟啊呢。如果我死去啊呢，我为安怎，我都可给他讲话啊。佛性离开肉体啊。吼、哦，说这问题啊，为迄个地主要信唔信在这面讲嘢啊？所以无怪人信一寡呢断灭论，以为咱人死了后，人都无啊。所以太人放火强奸抢劫，哦，讲人啊说假讲啦，或者是伊自己呢？而破坏人一切啦，以什么代志拢敢做出来啊？人死去了，人都无啊。即款人容易行极端呢。即款人无听到佛法啊，伊听到了讲：哎呦，原来咱有佛性哦。虽然看未到、望未到、杀未到，但是有存在啊。哦，你看未到，啊望未到，哎，唔知几斤重，但是总是有存在啊。哦，你听佛的了，你就感觉哦，人活得较地，因为有佛性的存在，哎，你感觉人生更加如何创造精神美啊，更加好啊做人啊，更加好好啊呢，在人生的后壁段过程呢，做一个有意义的，来利益社会、利益国家，甚至呢对自己来讲，或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修行，来完成那菩提大业啊。所以，愈了解佛法人，伊人生是充满着彩色的。了解佛法的存在人，了解修行的好处人，伊人生充满着个充实的。感觉时间不够用，哦，像我顶下讲的，我比一百个百货公司的头家较无用，因为我感觉人生真可贵。因为生命，人命终了，唔是代表一切毁灭的，生命个存在。也因为伊命中了性命，会阁随咱的业投胎转世，有了以后会当开悟证果，成就佛道。所以人生咱会百分之百珍惜伊，感觉时间无够用。哦，乃当阁搞我性命延续阁二十年前呢，今年45岁啊。那今仔日我25岁吼，吼我会欢喜个吼，真正唔得要怎形容啊？时间无够用，哦。这才要好好安尼做一挂三宝事，度众生空贵，唔顾岁月不留人呐、啊。今日唔知怎活活到今日也45岁安尼，我想你家己讲也无简单呢。好、哦，不管当时这条性命要扯起来、要搞起来都不要紧，总是呢会当把持你眼前的一分一秒，这上要紧的。因为你眼前外过呢，这一分一秒拢总是你的。那为何咱无爱把这一分一秒好好做有意义的工作，来明心见性、开悟证果，在这方面用一挂功夫呢？为安怎咱无爱为自己呢，抽出一挂宝贵时间，和咱家己私人来应接呢？
拢总是好听，叫做为母子无闲，为社会无闲，为国家无闲。母子呢，等候你呢，要有时间的时，拢五六十岁、七八十岁啊，仲要娶起来呢？哦，所以拢修行爱趁早，何况性命是无常，啥物人都无得把握伊性命，我到个七十岁、八十岁、九十岁啊。虽然你有安排你人生的心路历程。但是你当时要带起来没人知道啊，比如我规划我人生，等到六十岁、七十岁才修行，请借问你，你四十岁带过未？五十岁带过未？六十岁带过未？叫做当官啊，神仙哦，歹讲哦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世间真侪歹讲的代志，因为世间无常，无常就是未参详你的。当时要变化安怎呢？三人都不都意料会到的，所以唯有呢，在你眼前这分这秒这刻呢，把持会调，掌握会调，这才是可贵的，这才是珍惜的，这才是尊严的。你注意明白吼？哦，这足要紧的哦。有大家你知，你知不去做，哦，你知，但是你无奈，你无得恒心。无得用命，无得毅力，好、哦，然后活在咧得贵且贵、醉生梦死的生活当中呢，好、哦，这人生感觉非常危险的代志。所以呢，苦流顺佛又唔在讲啊，见心无失是佛心呢、啊。哦，看到咱的佛性，原来无虚无实的、啊，这个物件就是咱佛心。佛心唔是佛祖。所讲的这个三十二相、八十随缘好，这肉体呢，这是伊发心所变化而有的。真正的佛心就是无形无相的，叫做发心无相呢。伊个讲了心如幻是佛幻呢，其实佛道伊发心也是如幻如化的存在呢。未当讲坚定讲伊就是，那都就是呢，叫做不变，不变唔是佛性。哦，啊，拢一直变，一直变，嘛唔修行啊！哦，一直变中而不变，不变中而变呢、啊？大家这款不可思议的体用自如的境界，这唔算是叫做大快人心啊！那要诉求、要对往的、要进我的境界啊！搁听好哦，了知身心本性空啊！哦，殊人依佛啊，何殊别啊？你也了解讲，哦，我的身心当下就是体性空性的啦。诸佛嘛是我这本性空的道理呢。然后怎呢？转凡入性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。诸佛既然是我这身心本来空寂，为佛的弟子能依佛同款我这本性空呢？你看诸佛。无什么两样，讲一个鼻孔来出气就对了。这个问题相当要紧哦。所以呢，来，咱如本再念一遍哈，以最快速度甲笔记起来哦。具有孙佛寄云：见身无始是佛身，了心如幻是佛幻，了得身心本性空。诗人与佛和书别，那么这段的那个七佛之一的佛这边告诉我们啊，你能了知身心如幻，了知诸法无我，那么你跟佛没有什么两样的。佛之所以佛，它本身的正德本性空寂，与空相应，当下出三界的。那么假使你我都能够以空相应的话呢，那么跟佛有什么两样呢？如我平常所说的同佛一个鼻孔来出气呢，所以一个人要转凡入圣正得果位呢，你就由不得你，一定要从这空性着手。空不是代表一切的毁灭，不是代表断灭，而是说出诸法的本性而言。换句话说，空不能离开有，在有的本身的如幻当中，说出诸法的无我空性，
也就是说，空要建立诸法身上，在真诸法的真上呢，来说出诸法的无我，无我就是空性的意思。所以佛法说空有而不若，其实一体两面的说辞而已。有关这个问题，唯佛弟子能够深入这个境界的话呢，你跟诸佛菩萨没有什么两样的。哎，只有了解哦，这非常好。举个例子，其实咱人的身躯肉体拢是业力啊，这业识所感召的啦。所以咱的业识梦想来净化呢，咱未来投胎转世啊，有了真真用呢，一念升起了后，再投胎转世去。其实拢是梦想、阴心、阴用的业力感召的啦。种无业，无业就成佛去啊！啊，佛就是无业啊。所讲的业是误会自业的。啊，佛的业叫清净业，有哪有？但是伊所做的任何这动作，哦，拢总是清净无污染的，是妙用。啊，凡夫的业呢，就是有业在过程投胎转世啊。哦，所以连相论啊，七佛之一咯，诶，人伊老人家讲的咯。彼佛是佛之言，心从无相中受生，犹如幻出诸形相，幻人心识本来无，罪恶皆空，无所住。那么这段啊，不然明辨呢？总共一句，用心从无相中受生，本来咱是无宿呆。本来就是空性，但是啊，凡夫众生啊，因为起心动念呢，在过程投胎转世条件本来是无啊，哦，你性是清净的啊，动一个无明阴郁的心呢，在感召投胎转世去，叫做心从无相中受生呢，有道理。他犹如幻出诸形相。人变魔术师了，这个魔术师哦，啊，呢，现在呢，手臂两下呢，念几下咒语了，就变出迄个物件出来，变出种种形象。但是根源无两通哦，哦，也个是魔术师，伊本身的主角，会变手巾啊啦，变一只兔啊啦，变一只蜂鸟啦，哦，变出一支剑啦，变出一个麋鹿啦，安怎变都不要紧，总是呢，魔术师干一个呢啊。哦，就是做布袋戏啊！哦，哎，今麦呢，黄文铁先生啊，做布袋戏啊，做了呢，做受咱台湾人呢，伊认同甲肯定，进入本土化，做了迄剧情足水。这内底一夜书啦，哦，内底数啦，真假身啦，哦，也数环境啦，那也是内底呢，所有的五巧风尘呢，这些可爱人物。这些主角呢，其实后边背后的真正上厉害的什么人？黄文铁先生，是不是啊？有人在讲，因为呢，万法为心所做啊，伊内底剧情所有的演员呢，拢总是呢有一个导演呢、啊。好、哦，这个导演是掌握了所有做戏人，伊所有的动作甲一切的剧情啊，同款理由。咱有的也同款啊！你投胎转世，一个做牛、做猪、做人、做天神呢？哎，拢总唔是别人乎你的，是你心所幻化而出呢。叫做犹如幻出诸形相呢。心一个尔，但是能扮演各种角色。真假身的声，嘛是黄文铁先生伊所变化出来。一耶稣伊的声音，听你家己真庄严。嘛是黄文铁先生，伊做变脸出来。哦，啊，苏焕金的声音嘛是黄文铁先生，伊做变脸出来啊。主角干一年，但是主角一年会变脸遐侪声音，遐侪剧情出来，就是咱佛经讲的佛性也同款。你在投胎转世过程当中，在六道中任何一道呢，拢总是你心哎所变脸出来。吼、哦，太水太水了！伊唔在讲。凡人心识本来无啊，罪恶皆空无所住啊！嚯、哦，太水太水了！凡人心识本来无，哦，
这个犯人心结，等变我做魔术师啦。哦，哎，我变鸟啊，变手巾啊，变一支宝剑，变一个美女啊。本来是无嘛，但是伊能将伊心内伊创造变化，产生种种的你眼前所看物件，你有偏见啊。其实呢，魔术师干这呢啊，啊，你投胎转世，哪怕是做个牛猪。啊，做个人，做个鬼道众生，遐拢都是你自己自愿自得啦。总共一句就是安尼啊。吼、哦，所以这个比布师傅啦，讲这个吉祥啊，太庄严了。来个念一遍哈、啊，然后心中无常中受生，犹如幻出诸形象，幻人心识本来无。罪福皆空，无所住。诸位有看的吼？哦，这段足庄严的啊！你啊，体会会到的正呢，你开悟正果呢，像是多点个年干嘛？好、哦，轻而易举啊！好，注意听哦。你我大家自性呢，那用功修行啊，要解脱无困难呐、啊。拢都是咱心促境，三情执着。才生出万法，才构成轮回属性。如果心若触一切境，不感这境产生对立，无所污染为者呢？你感诸佛菩萨有什么两样呢？无什么两样。所以在这经营之下，我才运用这开悟圣经呢。伊讲了开悟正果了后，伊心声也发利的。言讲为。开悟圣经云：终日食饭，未曾加着一粒米；终日穿衣，未曾挂着一件鞋；终日行路，未曾踏着一寸地；终日坐禅，未曾坐过一秒钟。发心光明，前后一点不染。哦，有看了，太庄严了。这样感觉真奇怪啦，哟！啊，逐天伫遐食饭，甚至一碗饭吞落加了呢，几啊百粒、几啊千粒，甚至几万粒的啊！太讲将去食饭，将来都无加了一粒的米呢，甚至人讲白惨呢。注意啊，解脱的位啊！代表呢，那世间人讲讲，富贵敬谦呐。尊贵无人分食，只要飞过虚空呢，只要无了念在虚空内底，哦，代表咱人的心啊，哦，行住坐卧过程当中，伊未个染一切境界在心内，安尼行住坐卧有啊等于无，无啊等于有，但是咱要讲的，这个行住坐卧，咱讲无是代表用解脱来说无的。啊，无甲好认着这行住自我属实咯，你就唔通咧改，好、哦、断章取义哈。咁伊逐工食饭哦，食几啊十碗，甚至几百碗呢，讲含一粒米都无加料啦。吼、哦，有人讲，哎，讲这位真正有影大妄语呢。其实解脱的位，伊食饭无食饭的相，伊无一粒米虽然吞落有加料呢。伊未甲沾染，未甲接触，有食等于无食，但是这个有食等于无食是代表解脱出来讲的位哦，哦，无甲好人伊食饭哦，是解脱的位。终日穿衫裤讲未沾的，挂着一束束啊鞋啊，啊，像咱两个衫有鞋啊，一支啊，讲无挂着一支的鞋啊，代表讲伊穿衫裤呢，伊未甲沾染，无产生对立。无产生的接触，所以将伊穿几工的衫呢，含一支鞋都无看你身躯啊！吼，即款功夫厉害！即个人无同款啊，衫裤穿咧家己，即颜色未合输你啊，哦，颜色未合你啊，穿了呢未合你就起烦恼啊！啊，规身躯卖讲是一支鞋无挂了啦，规身躯呢白甲白死死啊！或者乌红青白衫裤呢，佮白死去啊！哦。你讲人，逐工穿衫裤，讲无挂一件鞋哦，啊！你规身骨是白死死哦，代表你接触的意思，染着的意思。
终日行路未曾踏了一寸地啊！逐天伫中山北路呢，行八拜七拜呢，站来站去，行来行去呢，讲连一寸地都无去踏了了。吼、哦，代表伊解脱了。终日坐禅，我未曾过一秒钟啊！哦，神甲都讲诶，这人修到这来，已经呢行住坐卧。24小时完全是解脱的时阵啊，伊自性解脱啦，伊心境无对立啊，万法无染着伊自性啊，所以发心自然光明哦，任何这前后一点呢都无在咧染着伊自性呢，伊重点在这所在。所以讲到这来，我就要讲话啊，咱修行的过程当中。如果呢，灵在行住坐卧，那么以灵呢，灵转一切境，如果不被一切境所转呢，这人入道啊，无问题啦。问题就讲，咱人看到伊所喜爱物件呢，伊心肝起这贪染，贪染就丢掉啊，贪染就心境对立啊，自性因灵淡了就解脱呢，哦。所以目睭所看的无染，眼睛清净，耳根的听到外口的是是非非呢，一定转一切是非之境的耳根清净，叫甜咸酸涩苦，未贪染甜咸酸涩苦，如果内心冷暖自知，安尼也舌根嘴齿清净。哦，所以呢。伊目睭看到乌红青白红男绿女，看到人呢高官显耀呢，伊未生这虚荣心，能转一切境，不被境所转呢，也眼睛清净。哦，这当家以空性相应，以涅槃相应，未得随随便便动念头，想一挂阿萨布鲁，想一挂呢落个俗个代志，伊心境清净。总共一句。六根能转一切境，名之为六根清净啊！那六根不能转一切境，何境界所转呢？安尼叫六根污染咯。所以咱要讲话啊，咱修行也只是伫六根的当中，伫生活的点点滴滴呢，大家呢心境无对立，心境不被境界所染，卖主动去染，安尼你自然自性解脱咯。简单就简单，难者比三面更困难呐、啊。哎、欸，你最了解哦。好，要结束以前，那个开悟圣经也翻译过念一遍啊，啊，注意听。终日食饭，未曾夹着一粒米；终日穿衣，未曾挂着一件衫；终日行路，未曾踏着一寸地；终日坐禅。未曾坐过一秒钟，发心光明，前后一点不染。诸位看有明白啦吼？哇，那看了明白呢，那时间就到咯。会记啦，咱楞严经第十卷呢，明仔在第三天，同时间再会。